李玉梅，李玉梅梅耶。那个老天，那个人没搞毛准，人家都到零六年年好了，零八年人都八匹马没路了。这里面现在没到对面。还没你嘛，对到没对来一半呢。那个人也去你们公路看哪里打他吧。打没呀嘞？没打着，人家不对我有嘛嘞？打一的打死过，外头们我也不过了。他说你得到手里太我的蛮过了，外地们别急了，说点讲呢，早晚嘛。好人嘞不对嘞，爸爸，早没老你吧啦。阿妈小妹，你没啥？